经突破60000人了，我们希望今天看能不能突破100000的。那去年我们最高的人数是123000人，我们希望说能够再突破这个数字哦。那今年跟过去所不同款的是，我们过去的夜间它是采用船底的一个灯哦，那今年它是把科技以及我们的这个啊彰化的这个意象啊结合在这个光雕里面。那等一下还有一个 AR 的部分哦，你也在用你的手机啊，比加加咱这个各光雕的这个内容来做相关的一个互动哦。那当然我们在所有的场景里面，除了我们的花的一个主题之外，另外呢我们也有非常多的在地的特色特产哦，也在这边做呈现出来。所以加欢迎咱所有乡亲和朋友哦，咱加为初一到加为十号，会记得来咱的西洲花博。那另外的话，我们在元宵15号这一天，除了刚刚张义军跟物己剧团礼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叫做铜梁火龙的一个非常精彩的节目在这边等大家。那欢迎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好好的漫游我们彰化的所有的景点。谢谢大家。就不管你走到哪里，选择场区里都会听到我们的歌声。